日咱乡公所举办的雾社文化季，今仔日正式展开。这次公所特别甲农会以及乡内观光产业界合作，扩大举办。那将开幕活动甲关山地王的观众展售会结合，活动的举办时间也增加到一个半月。今仔日除了有开幕活动以外，阁有推广部落旅行的体验活动，邀请游客来到部落佚佗，亲自来体验传统原住民部落的生活方式，吸引不少北部甲南部游客专工前来参加。我们传统的原住民房子就是这个样子，好，各位往后面看一下，后面用稻草甲插头兴建，亲自土卡三米深的厝，就是传统赛德克族人居住房屋形式。然后再往下，小小一台直播机啊，操作起来却无一般人所想的遐尼简单。很好玩，会不会难？还蛮难的，其实不知道要往上还往下。放。放啊！放！射箭更是赛德克族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传统的射箭，无练过会当将箭射出去，都已经算袂歹啊。没有，没有第一次。对啊。感觉怎么样？就还蛮好玩的，虽然射蛮难射出去。仁爱乡雾社文化季第一场活动，部落传统生活体验，配合公所东部举办的部落轻旅行游艇。和游客来到南方部落，体验从来唔捌接触过原住民传统生活方式，还蛮好玩的。就是一开始就可以去体验那个温面，然后接下来就还有酋长去介绍那个传统的房屋。今天来体会了很多，他们反而会问我，这个箭真的能会射到猎物吗？我跟他们讲说，真的会射到猎物。我们只是说一个形式，让你们体验说我们的弓箭是怎么制作、怎么制作的。怎么射箭、发箭出去的？然后我再会介绍我们的赛德克族的传统屋，它里面的设备、它的外观、它里面的环境是怎么样的？各位如果要去体验，我想这样子可以，我们更深入的去看到部落的一些稻米的平常不容易见到的情景，有一些我们平常不容易了解到的，我们现在有更多的、更深入的了解。配合仁爱乡农会高山当地颁奖展售会，雾社文化季正式开幕，邀请大家来体会仁爱乡的文化产业观光之美。啊，全国的好朋友们都能够来到我们仁爱乡，来享受我们仁爱乡多元族群、多元文化的一个美丽的一个飨宴。那也希望这样子的一个一系列的活动，能让我们仁爱乡让大家能够更看得见。我们的仁爱之美。仁爱乡公所表示，接下来要收梅花，以及跨年晚会等精彩节目内容，相关的旅游行程嘛会陆续推出，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。记者王兆成采访报道。